下吗？过来，我可能帮你背嘛。这现在想啥子哦？装疯卖傻的，过来背回去。小月。哎，大叔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我刚刚下去找你，没找到，我就上来了。哦。你们怎么了呀？刚才。就是我今天早上没有吃饭，我就上来干活了嘛。然后我就胃有点不舒服，有点痛。我让哥哥给我背一下这个柴，结果他都不愿意。啊，你胃不舒服吗？对，我胃有点痛。啊，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？不用不用，大叔，我等会回去吃晚饭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吧，你把柴放下来，我来帮你背吧。这个你背不动的吧？应该。没事的，大叔，我把要不先把这个柴放在这儿，然后我回去吃晚饭，胃不痛了，我就再来背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背得动的，你快放下，快放在这儿吧，啊。这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谢谢你啊，大叔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快放在这儿，我来背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大叔。哎，你上次也不帮了我吗？慢一点啊。好。麻烦你了，大叔。没事没事，你慢一点。这个柴的话有点重，你慢一点。你来扶我一下。好。哎呀。小月。你的胃好点没有啊？好多了。要不我还是带你下去看一下吧。没事的，大叔，我的胃它经常这样痛的，我都已经习惯了，等会儿吃完饭就行了，没事。还是下去看一下吧，我菜就停在这上面的。没事的，大叔，你看你今天肯定都累坏了吧，背那么大一捆柴，肯定都没有干过这么重的活。还好还好，你好厉害啊，那么重的柴你还背着。没事的，大叔，我都已经习惯了嘛。大叔，我想煮碗面条吃，你能吃习惯面条吗？如果吃不惯的话，我就煮块腊肉给你吃。哎，我吃的习惯的，我也喜欢吃面条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那行吧，那我先给你煮碗面条吃。小月，还是我来吧。你胃不舒服吗？没事的，大叔，你在那儿歇一会儿，我先给你煮面条，你在那儿歇一会儿。那好。好香啊，小月，味道都飘出来了。真的吗？对。老叔，家里面没有什么好的调料，我就随便放了点，你就将就着吃。好好好，哇，谢谢。没事，不客气。辛苦你了。没事的。哎，对了，哥哥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吗？哥哥他才不愿意吃这个面呢，每个菜里面没有肉他都不愿意吃的。哥哥和姐姐一样，什么活都不想干，还每顿都想吃好吃的。姐姐也是真的，每次只知道出去和朋友一起玩，也从来都不赚钱，从来都不干活。大叔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听爸爸说，如果早知道我是女孩的话，就不会把我给生下来了。啊。
真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挺心寒的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为什么我就不能和哥哥一样，哥哥什么活都不愿意干，什么活都不用做，而我每次家里面什么活都是我自己做的，他们还嫌我做的不够好，还嫌我不会赚钱。大叔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争气啊？没有啊，小月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看家里面的活都是你干的，你也跟他们做饭，是不是？你真的很优秀，现在像你这样又善良又优秀的女孩真的太少了。但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，我真的觉得是我拖累了家里面，真的。哎，没有，你不要这样，现在家里的活都是你干的，现在家里面你不是拖累，对吧？你不要再难过了。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就是我拖累了家里面，当时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有用啊？没有没有，你真的不要这样想，你很好了，你真的很优秀，是吧？家里面大大小小的活儿都是你干的，你真的比大多数女孩都很优秀，你不要听他们乱说，知道吧？谢谢你啊，大叔。没有没有，你不要难过了，不要哭了。小月，就是不知道该给你买点什么，我买了一点那个大米，平时你们用得上的，买给你和奶奶吃的。啊，大叔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你上次又给钱，这次又买这么多东西。没有没有，这个不贵的。这，你下次来不要再买东西了。没有没有，这个真的不贵的。谢谢你啊，大叔。没事的没事的。对了，今天也太晚了，我就要先下去了啊。你要先下去了吗？对呀。那大叔，我也没有什么给你的，我给你拿个腊肉，你拿回去吃吧。哦，不用不用，小月，就是腊肉的话，你上次给我的还没吃完呢，不用了。家里面还有吗？对，家里面还有。那大叔，那你下次来的时候你不要再买东西了。好好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那你路上慢点。